不，等下割到手，等下割到手。啊，来人，你这个臭喵，走开！这是我姐夫养的鸡，他端午节的时候送了我两只。现在今天这只是我跟他买的，168一只，养的时间更长了，所以比上次的更黄更漂亮了。好，来，要不要？嗯，等一下你一样告诉我。